身为天妃，如此失态，成何体统？你不记得阶下之事了？这，有奇，清葵公主历经千难万险才让你复生，此事就不要如此严苛了。 清葵，听闻你在阶下被沉冤军所伤，怎么不留在天趴院好好休息？清葵身体已无大碍，多谢天后关心。本宫知道你心中挂念有情，但你脸色不佳，还是要悉心调养为好。是，清葵先行告退。好孩子，去吧。